猫山王榴莲冰皮月饼，噔噔噔噔噔噔，这是一颗榴莲。我们来今天要来试吃看看的，就是这个啦，榴莲口味的月饼，榴莲口味的冰皮月饼。我第一次吃到榴莲口味的月饼，不知道好不好吃。我们现在把它打开来看看吧。勋敬的阿公阿嬷家，你看他这个是刚刚跟你讲那个榴莲月饼的外包装，它是一个玫瑰金的保冰袋，好酷哦！现在要来切一颗试试看看。它是一盒有六颗，然后两颗已经被吃掉，然后六颗的话就是1200多块，所以单一颗就200多块了。所以它是打开一盒会附上这个包子。可是是榴莲味道，我本身对于榴莲其实没有特别的爱好，但是就是很好奇，一颗200多块好不好吃呢？来自于马来西亚的猫山王榴莲冰皮月饼，我们来试吃看看喽。啊，我拿了一个这个盘子，有点那种水磨石的感觉的 style。好啦，我现在切一个来试吃看，来配绿茶或乌龙茶。噔，哇塞，我打开来就闻到一股浓郁的榴莲味。其实它大小没有非常大颗，来看一下我的手，比我的拳头还要来得小。那我现在直接把它附的这个刀子拆开来切一块来试试看。叮叮叮叮叮，它附一个塑胶刀跟一个哦，还附好几个这个小叉子。这小叉子应该就是给人家吃月饼的时候用的吧，很可爱小叉子。然后跟它的小塑胶刀，那我现在先切开来看看。嘿，这是它软嫩的。Oh my god， 这个味道 ，Oh no， 太吓人了！切下去我就手抖了，救命啊！看看这个 ，Oh no， 它里面就是满满的，这个是什么？榴莲。我应该没办法吃这么多，所以呢，不要浪费，我吃一小块就好，因为我对于榴莲我有点害怕。哦，这个味道实在是太可怕了。我这边准备一杯茶。你看，太可怕了耶！试试看。哇，我实在是不敢吃嘞，你敢吃吗？好吃哦。其实口感上跟味道上是好吃的，但是因为它是榴莲，稍微有点小小臭。好啦，吃完呢，发现其实它还蛮好吃，但就是它的榴莲味有点恐怖。我要来给我女儿试试看，我看看勋敬要不要吃。勋敬要不要吃 ice cream？ 要。你过来，你过来。这个冰冰的，试试看吧。干嘛？温泉是吧？这个叫做榴莲冰，试试看。冰胆子。哎，这是冰冰的，好吃吗？好吃吗？什么味道？要不要再吃一口？要不要再吃一口？好吃吗？好不好吃？你先说好不好吃？好吃吗？还喜欢吃吗？好吃，好吃，就是有点臭了一点，但口感上吃起来还是不错的，但我是觉得是稍微有点小贵，还 OK。但是如果叫我买，我应该是不会买，因为我超怕榴莲的味道。